吉安乡第三届友善产业市集即日起到9月25号，在每个星期五六日在浩客艺术村热闹登场。除了有每周限定的特色商品，还有幸运好利摸彩。而乡长游竹珍表示，每个星期还会现场发送千份的体验券，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前来消费抽大奖。迈入第三届的缤纷吉安产业市集，今年是以阿美族语巴拉棒为主题，意思就是来做客。乡长游竹珍欢迎大家到吉安乡做客，不仅可以深度体验道地原民部落传统美食、小农野菜、文创技艺等文化内涵，更能够展现吉安乡多元族群共融的魅力亮点。幸福花莲缤纷吉安第三届的产业市集开锣喽！连续三个礼拜五六日下午2点到5点，欢迎所有的乡亲来到浩客艺术村。2点开始，我们有免费的体验券来大方送，希望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带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逛逛地方产业市集，有非常健康有机的有机蔬菜，跟我们手做的一些 DIY， 还有很多您从未尝试过的很多的惊喜在里面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尤其在我们的产业券里面有一个摸彩连，在9月25号，我们将抽出3台的电动脚踏车，还有100台的我们的开饮壶送给大家。市集活动第一周就创造了50多万元的营业额，乡公所特别加码，活动现场加发1000份的消费体验摸彩券，让民众前来购物还有机会可以抽大奖。吉安产业市集也有很多期间限定摊位，每个星期有不同的精彩内容。乡长游淑珍欢迎乡亲9月25号之前，每个星期五六日下午2点到5点，到吉安浩客艺术村来逛一逛，会有惊喜的体验。谢吕慧吉安乡报道。